为着要照顾长辈，婚姻观今年长照二点空的计划，特别来纳入社区有需的咨询服务。婚姻观卫生局也特别来召开记者会，对外来公布这个好消息，希望讲会当更加落实到社区长辈正确用药的照顾服务。再来新闻传咱做回来关心。启航多元药事照顾服务计划启动仪式，请张贴。在婚姻馆卫生局长高昭君带领多位药师做会，将婚姻馆的地图打满。向今今年长照二点零计划将要纳入社区药师咨询服务，来提升馆面用药安全。这样计划，婚姻馆药师工会也转来收听。其实我们药师工会，在云林县最基层的部分，不管药师药生，平常已经在做民众的健康照顾这一部分，已经做得相当好。我们药师工会前年会无时无刻都在药师照顾这方面编列了很多的计划，很多的活动，来让我们社区药局的药师可以直接来面对民众。婚姻馆卫生局长高昭君表示，其实药师行出药局为独居长辈提供到处服务已经实施多年，现在药师照护将要扩大到社区，那对长辈照护有真大帮助，也当降低无必要的医药成本。主要目的就是结合我们辖内的所有的医疗机构跟我们的药局伙伴们，不管你是在医院的药师，那或者是社区的药师，那么我们在这结合这样的一个药师的朋友们来提供我们未来这些需要我们药师服务的长者，我们的药师伙伴们能够进到你的周边，帮你亲身为你解说。他就有说，咨询服务要落实在地安老概念，要营造个人化、在地化、社区化的服务网络，未少长辈拢真欢喜，表示家己一天爱食真济药啊，是不是会互相影响，拢唔是真了解。哦，迄十粒以上啦，我某都呢啦，我某都食许十粒以上啦，我某，我爱食，我只爱食许高血压的药啊。我们较了解，我那乌白食吼，那乌白食咧变成会较算个身体咧啦。那讲看咧，我当然我较爱咧啦。算讲安尼较安全啦，因为咱也唔捌啦，咱无迄个知识，也唔知个，拢是去迄个药师外药局个提药啊，就家问安尼，咱安尼哩。因只长照二点零要增加服务的好消息，地方长辈也特别来跳舞表演。卫生局也欢迎民众任何医药的问题，都应当来运用社区医药咨询服务。记者李克灿差不多。